大学宿舍来陌生人时，完了，这几天下雨在外面回不来，现在去哪儿找人呢？芳芳会的，我，你让他去带队下水彩排呀、啊？人家裙子才穿得上嘛，到时候上台别人就不得笑我们呢？你说啥子？裙子有啥子穿不了的？芳芳大半夜下也很好看呐、啊。算了，琪琪，我不行，我都没怎么穿过裙子，不习惯。你看吧，他自己都说不行啦。我们打扮起来给你看看嘛。哪个样子好看还是绑起来好看呢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你这样还帮别人打扮呢，能看吗？你说话弄个冷个难听哦，别个是来帮忙的。我实话实说，哎，小伙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芳芳的发型不？顺便把衣服还的。可以啊，一会儿裙子穿不上，没办法彩排，就提前告诉我一声。你有病呢？芳芳弄好了，看穿这裙子能行？还不错嘛，我都说的芳芳打扮起来很好看的，那我们也准备下出发吧。夏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看群里说今天彩排就回来了，你们哦，我们以为你今天赶不回来了呢，就让他替你一下。哦，那啥，我现在就把这裙子换了给你啊、哦。夏雪，芳芳都穿上的，都让芳芳钱嘛，反正也是裁判。可以啊，你们去呗。不用不用，我穿这裙子不得劲儿，我现在就换来给你。芳芳，彩排咋样啊？不怎么样，夏雪的裙子都破了，差点在台上丢人啊！裙子咋破了？你还装啊？夏雪穿这件不就你穿过吗？裙子撑坏了怎么不说呀？我。